边赚，我是军师啊！我要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金银币凯华家暴击。Oh my god！ 这是高手，神力多。哦，在。最强装备。Oh my god！ 你看，我整套森林套装。整套森林。我整套森林套装。厉害！我现在简直就是媲美森林有两盖。Oh my god！ 不如我来讲喽。Day is a good day。那加我。好吧，不是。我现在要水晶六加损坏的弓二，我损坏的弓已经满出来了，我水晶缺二，那就六个、啊，多缺四，对，哦，我会不会算数啊？对不起哈、哦，盖伦就不会算数，因为我刚刚没盖，盖伦低两个，我不会脑残，你猜我在，我没有绿龙皮，没有绿，连绿龙都看不到，我没有蛇鳞，连蛇都还没看到，我魔不缺一。我不缺一，好，他给我精灵之声战斗，他给了我一个方向。我的妈 ！Let's go，Let's go。连蜜蜂都会掉的，他妈蜜蜂掉蛇鳞不会吧？看到了，看到蛇鳞怪，Fireball！红宝石，蜜蜂掉红宝石，有搞错？水晶这是紫水晶，为什么蜜蜂会掉紫水晶？我过图了，看我少打一只，直接冲出去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蛇妖法师哦，掉不掉？我不掉蛇鳞，我打那么痛苦，你给我这种东西？所以他们都不坚守他们真的。哎，水晶这样就对了。多一点水晶。哎，继续刷宝。刷到刷个蛇鳞。我获得不掉成功。我好像快死了。妥妥的。这我在讲。你在讲，快死了。那边一坨蜜蜂有没有看到？要不看那一坨蜜蜂？有。暴击708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超强。可是他这次什么都没给我。他只会给你雷耶，他不会给你死。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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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回去回血，你懂吗？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叫做回血吗？这才是刷宝最高境界。我升等了，水晶战。我缺二，我缺二。我缺，我补金。幻影毒蜥升级 ，nice！ 我现在一个变正常，好像拿你十刀，我现在一刀一零八而已，对，我现在一刀一击，一零八烦恼剑，三十烦恼剑，现在有点厉害，索隆都打不赢我，索隆会三十六，三百六，三千世界，那是他不是我，我妥妥，我的幻影就够啦，索隆有办法拿到布料吗？没办法。我获得水晶，我缺一，我缺一点水晶。赞，我缺一，我觉得我们打完这边做工再继续。No problem。Go！ 蜜蜂都掉水晶，是时候该换装备。那个作者觉得我们已经玩了差不多17分钟，该换装备。真的。我觉得作者绝对没有想到有一个这么王八的人在刷宝。我其实已经有点王八了。啊，你说从第一关开始刷吧。你说他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收集满99个宝料了。不可能，那应该拿到后面的币，不是可以拿到后面的装备武器啊？他可以先打好。16，他可以先打好。再回去。对，他可以先打好。是吧？可以做了，赞 ！nice。前往地正点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金公司吗？金良，金公司十字巨剑，合成。你的十字巨剑不够啊，你要写下来。好，我卸除，卸除，好吧，我卸除。装备变更，结果做失败。如果做失败，林北就伤有戏。听听没事。
失败，失败就是主人，失败就是三游戏，最强装备，精通屁牙要救急，现在是最强。哎、欸，我攻击一场石就变17，你超强，蜜蜂都打不赢。我现在已经是大家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对，Oh my god， 八等盖伦，真的，蜜蜂也打不赢，超强，超强。就马来西亚，你看我一刀42米39，然后跟刚差不多。完了，这盖伦好 Q， 好的，然后差不多。现在可以继续打水晶，就可以。对，他是够，下一个刚看到兄弟，看上吧，救他们。然后就他们，我觉得有问题，打死了哎，打死他们了，有吗？有啊，打死了，我这才是他点内能的地方啊，才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可是这样好像捡到东西啊，哎，对，有道理耶，这作者，这作者要牺牲，这整晚在那边用就直接用，你看升等了，要升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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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my god！ 太扯了，这种话就升。Oh my god！ 我丢草就要升的，而且这草长的速度有点猛。太快了，我超强的。是吗？对了，升的。My god！ Go！ Oh my god！ 技能点数不足，放弃。哈哈，是不是这样？人生不要。谢谢。哇！我收到了。你以为我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？就可以？我要上装了。哎、欸，我获得一个蛇鳞，终于有蛇鳞、哦，我获得一个，他终于掉，我获得一个蛇鳞。有点奇怪，因为他身上没有这么多，他只有一个蛇鳞。什么游戏我都不懂，像那个魔猎我也不懂。不过他明明头就长在长在我脚上，刷中了，是不是因为被砍掉了？错，因为那是装饰品。哦，所以他其实不是，他不是那个。对。他装的是天王，其实他们都不是的。你是发现盲点吗？他们都不是。这里看得到有问题。哎、欸，一个顺手，这个树你看得到有问题，它的颜色跟别人长得不一样的。Oh my god！ 不是不是，它倒掉。然后呢？被捉在这里。就这样。啊！哦、啊、哦、啊啊啊啊，变木材了。哦，越来越厉害啊！哦，还可以砍。哦，越来越厉害。哦，它越来越小。哦，你新的新技能。木材，我无言。我砍了那么久，你就把它变木材。不能 Q， 还不能用 Q 砍，你要去另外一边砍，而且还不能用 Q 砍。超强，大颗就砍掉。你知道魔猎人可以把你 Q？ 哎，我获得一个，刚刚那是水吧？啊，我们自己修哦，木材，聪明 ，I got it，I got it，I got it， 我们不用拿这个物资，是不是？我根本优秀，超优秀，真的，你完全在我旁边，真的，他傻小子，我刚刚是被扁了，我没有听清楚，你不能趁我玩游戏的时候偷跑，哦，来了，是姐姐，这么快就要破关了。这个会赢的倒是，你好皮啊！